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花枝小妹山羊老师，今天给我来什么呀？快快快！哇，这么多的小酒坛子，哈，看来啊，你今天是在请我喝酒啊？珍藏版的女儿红。哇，珍藏版的女儿红，哇，本来我不能喝酒的，但是这盛情难却呀，还是喝吧。噔噔噔噔，哎呀，这女儿红啊，让我想起了又是九月九，重阳节，揽举手，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。嘿嘿，开了，可以开始喝了。这不是酒啊，哟，瞧这声音听出来没，是巧克力豆。哎，啊，哎呀，这巧克力豆像个丹药一样。我来吃一个仙丹。山老师，你不是告诉我这是女儿红吗？还珍藏版的，嘿，又忽悠我。原来里面珍藏的不是酒，是巧克力豆。给你们看一看，这一颗颗圆溜溜的，嘿，再不吃呀，还不知道是巧克力豆，还以为真的是仙丹呢。瞧瞧那嫦娥，吃了一颗仙丹之后，直接就飞升到天宫去了。这巧克力豆挺脆的，里面啊是小小的饼干碎。来，咬开给你们看看。啊，外面就是巧克力脆皮，又香又脆，真好吃呢。好，关键是看这小酒坛子，哎呦，还挺有创意的呢，看咋像皮球一样还蹦出去了。哎呀，看来它不仅装的好吃的，还可以拿它来玩呢。噔噔噔噔，我来叠个罗汉。哼哼，看到这么多的小酒坛子，我就想到以前啊，人们看那电影上放的时候练醉拳。那醉拳还记得吗？肯定有很多朋友有印象。哎呦天哪，不给力呀，这叠不成了呀。再试最后一次。哎呀，放好了，嘿嘿，看我这叠罗汉有意思吧。我辛辛苦苦叠起来的全被你给捣乱毁了，太讨厌了，一会儿找你算账去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酒坛子麦丽素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